巴蜀牌坊生于庙堂，立于江湖，与时风波。一次田野调查，一次深山冒险，同样是一次叩天长问。58岁的大学教授黄尚君带着他的学生跋山涉水，只为见证巴蜀牌坊的沧海桑田。当前的资料显示，现存于巴蜀各地的牌坊有220余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牌坊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减少。十几年来，黄尚君老师为了揭开巴蜀牌坊的神秘面纱，辗转奔波在巴蜀大地的各个乡村田野。将近下午2点，我们来到陈家山的脚下，开始向位于山上的牌坊进发。天公不作美，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，环顾四周空无一人，山路崎岖，人烟稀少，现在又正值雨季，道路湿滑。我们已经在山路中前行了2个多小时，越往上走就越荒芜，到处枝叶繁密，杂草丛生，我们只能边走边用手中的弯刀开路。终于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，我们到达了牌坊脚下。告别了这座九世同堂坊之后，黄老师又接着向下一座牌坊进发了。